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，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，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，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，你还依然把我当成熟悉你的吧。2021武汉，大家准备一下，咱们今天从第十场就是白玉林女主播跟胡源的这场戏开始往下。要数个故事啊。来，老爷，成功！来来来。